怕我你在欺负谁呀？欺负团子啦？怕我欺负小妹妹啦？怕我欺负小美女啦？羞死啦！哎呀，羞死啦！呦呦呦，团子也打不过就来软的。哟，大王子帮忙了，人家是小朋友啊，不许欺负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跑出去了。思琪，你也去看，去看看，去去，快去看看，那小团子欺负了没？快去看看。哟，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追没劲儿了，又抢着这空调呢。外面老热是吧？一出去就热。哎呦呦呦，这我有空调就开心了。大宝啊，你也来啦？来来来，大中午的吹空调睡个午觉吧，进来吧。这都来了，集体集合。阿虎上来呀，来，大王子就是霸道，想吃的时候直接就来抢。你看你比人大多少，十几天半个月，胖虎又享受去了。每天他的位置就是这个空调下面。思琪，大王子你真是猪呀，这放一碗放着没事，谁饿了谁吃，基本都被你吃了。胖虎，来挠挠，来挠挠挠挠，上来挠嘛，就是不想离开那空调呀。胖虎，来挠挠，来，快来，人家没叫你。大王子的尾巴特漂亮。大宝，来挠挠来，都不理我了，难死你了！哎呦天哪，又来了！这两天，哎呦，又去做去了，你就会那三招。这天还跟小团子玩了。思琪在干啥？思琪啊，你这收费不收呀？思琪，快按啊，快按，快按，快按！一会儿小鱼干的干活啊。以前六公主按摩，你现在六公主走了，又来一个。